我是属羊，67年的。想看什么奖吧？有。想看什么？我要看我身上有没有灵性。头上有。身上有灵性啊。头痛，经常头痛，晚上睡眠不好。然后我告诉你，你记住了啊，你这个记忆力极度的衰退，脑子越来越差。听得懂吗？那我哪一个？我一直上厕所。我一直上厕所小便。肾脏不好，肾脏。还有泌尿系统，我看一下啊。对。啊，你这个小肚子要保暖呐、啊。想保暖啊。啊，你穿的太少了，你穿的少，你就一冷的话就想小便，听不懂啊？哦。明白了吗？好。还有肠子，小肠有点粘连。小肠点上面，像我的头哦，我的眼睛经常不舒服。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我已经跟你说了，在头上啊，灵性啊。OK， 像我要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？我曾经给师傅看过图腾，我就是上厕所了，师傅叫我吃那个杞菊地黄丸跟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补肾脏的。想不起。你这个也可以吃的，你这个六味地黄丸也可以吃的，少吃一点。这样我可以换六味地黄丸吃。你可以换六味地黄丸吃，你的肾脏会好起来的。你主要是，我看你这个有肾结石在里面。肾结石在里面。而且你是主要是小便不干净，你知道吗？老觉得有尿意。明白了吗？对。自己要当心了。对，但我是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？现在有个老太太在你眼皮在往下跑的。老太太在我的往下跑的。在你身上，在你头上啊。这样我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？63。63。我刚刚念完11张的小房子，后来我又在许愿108张，是针对我上厕所的。对。像我就是许愿念那个108章，同时又在念那个63，是我身上的灵性。对。那我要放生多少条鱼？你要慢慢的放，大概要600条鱼。OK， 这样63章小房子我放完了，要这一波，然后又再念一波63，一直念到它好为止。对。那我想请问，就是还有啊，有多少？我还讲你啊，我刚看你图腾啊，脑子里各种各样的图片太多。什么？图片各种各样的形状，我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男人女人的图像都在你的脑海里啊。你看了，你可能看到太多连续剧了吧，或者看看那些画报啦，或者那些不好的东西啊，你都接触太多了。可能我有看，有偶尔我先生开，我就再看一下子这样。你不要看的，你不要看的，你不行的。好的。你不行的，这个不能看的。好的，我错了。好吧。我改。还有把两个手啊，两个手念大悲咒念完之后搓一搓，然后搓自己的后腰。好吗？好，可以。师傅，请问我的业障多少？Hello， 我在看，没那么快。对不起。电脑嘛还要半天呢。对不起，师傅。你前世学过密宗的。啊？你前世学过密宗，你拜过，你前世学过密宗，拜过那个药王。以前呢、药师王。药师王。上辈子、我看到一个头上冒火的一个菩萨，你在拜他。我曾经梦过我祈求夜光菩萨让我上厕所的病好了。你看了吧，你不要乱叫啊，你要叫观世音菩萨们就好了嘛。你这个东求求西求求，其他菩萨来了。我听不清楚这个。
我说你东求求西求求，其他菩萨来了，有的是护法神。哦、做梦了。做梦了，哦、做梦来了，不可以了，你就求观世音菩萨呀。哦、你现在修心灵法门、哦，你就一心一意求观世音菩萨不就好了？哦，我以为月光菩萨是我要多念礼佛，因为礼佛里面有月光菩萨。念呀、啊，礼佛肯定要念的。你这个是上辈子的邪淫啊，很厉害的。哦，嗯、好好好。像师傅，我业障多少呢？比例？你看看，你今生会碰到三个男人，对你生命当中，就是说对你，对你印象很重的，就是对你刺激很大的，有三个男人。啊？你这辈子有三个男人，就是上辈子欠人家的，哦、听得懂吗？哦哦，好好。好好好。像我业障很高了，一定很多了。对啊，业障现在还可以啊。29啊，